我们两个人吵，谈到那个委员证你寄回去了。上人就讲了一句话，说要回去当菩萨的话，委员证拿回去；啊，不要你就留下。那贵人就跟上人说，那就唔丢回吼，那我们以后不会这样子。那后来我们回来就真的这样子做了，只爱说两遍了吼。我知啦，某听师父的话，啊，我听某的话。